来给我们的飞机画个圈圈，然后解锁电机，让我们的飞机飞高，直接高飞远飞冲刺，飞到云彩的正上段啊！看一下我们实时图传的一个画质，镜头还可以上下去调节，对吧？上拍天空，下拍地面，还支持一个28倍的一个数码变焦放大功能。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人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现在做一个大胆的测试啊，将遥控器直接关闭。遥控器未连接手机啊，将我们的线也拔掉。看一下飞机是否会返航到我们刚刚起飞的这个圈里。这款是我们的大疆御身啊，高飞500米，远飞可以飞15公里，单电续航的话是46分钟。拍旅行、拍自驾，或者说我们拍婚庆的话，它都是可以拍。还支持28倍的一个数码变焦，有带大幅镜头，还有带全向对向。好，我们飞机马上要着陆了，看一下它会不会跑到我们的天空呢？我们飞机不错了，给他点个赞吧。